要介紹的是 Stucco Italiano 的 Liberty Epoque， 它是一種主要應用刮色技術的水性藝術漆，具有耐水和防霉的特性，適用於室內位置，入面混入了珍珠粉，可以做出閃亮豐富和猶如珠光般斑斓的效果。在講解之前要提提大家，大部分原材料都是白色的，而 Liberty Epoque 比較特別，分別有金色和銀色兩個系列，可以根據我們調色系統混合出不同各具金屬感的色彩。講回 Liberty Epoque， 這款油漆內含非常細密的石英微顆粒，因此能夠做到好像絲綢那麼幼滑的質感。以下就看下施工的程序啦。首先利用油掃掃上一層底油，然後用油碌碌上一層 Liberty Epoque， 輕輕力推開薄薄一層就可以，記得要均勻油曬整個施工範圍，如有需要可以油多一陣。等油漆乾了之後，就可以用膠批刀上多一陣 Liberty Epoque。在油漆未乾的時候，用壓紋器在表面輕輕打圈，畫出八字形的紋理。油漆入面的石英顆粒構成不規則的紋理，令整個牆身視覺效果變得更加豐富。以下是幾款 Liberty Epoque 的效果。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聯絡我們。